請容許我咧，就剛才咧陳志全、梁國雄同埋陳偉業咧提及我嘅名嘅有關嘅指控咧，嚟去回應。黃永源，我容許你作回應，不過咧，我想提醒議員咧，當你回應其他議員發言嘅內容係同而家我哋辯論緊嘅呢14個總目無關嘅時候咧，請你盡量精簡，因為我容許得。黃議員，你作回應呢，我亦都要容許其他嘅議員就你發言嘅呢個內容呢做返佢哋嘅回應嘅。咁我唔想呢就呢啲問題嘅糾纏呢就用咗我哋辯論呢14個總目嘅好多時間，所以希望你盡量精簡。黃君如。多謝主席，我一定會盡量精簡，亦都無意呢係講太多嘅時間。剛才你幾位發言呢提及我主要係兩個方面。首先呢就係嗰個事實嘅澄清。喺上週即係4月30日，梁議員呢就話喺佢最後一次點人數嘅時候呢話我正在係飲什麼都好啦，飲奶茶好，飲咩茶都好啦。其實嘅事實呢就係咁樣嘅，主席。當時我作為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嘅主席，我必須要喺5點之前嗰日辦公時間完結之前處理同秘書處之間溝通，有封信是要邀請房屋局派員出席本周一房屋事務委員會的會議，傾房屋協會加租的問題。原因就是當局不肯出席，我要在這個時限之前呢要發出這封信。當日在前廳正在處理這封信，既沒有飲任何物品。另外我個人也有少少私隱，就是因為我對奶類是敏感的，所以自入立法會呢10多年，我從來不會喺立法會裏面呢飲奶類嘅飲品，甚至講佢所謂嘅奶茶。所以佢係生安白做，轉移視線。我唔希望呢個係誤導咗公眾。我而家講清楚個事實。至於佢哋三位講我批評佢哋喺上週嘅言論，其實大家都清楚，我亦都不再重複。因為我指出佢哋咧喺呢一個冇修訂嘅14項裏面咧，提出冗長飲侵罪嘅論述，其實我已經指出咧，可以喺程序上面有程序可做，亦都有10個途徑可做，但係佢哋都唔做，嚟去浪費納税人嘅錢，浪費議會嘅時間。喺5月1日，即係話上日呢個流會之後，全港有8份中文報章發表評論。希望主席你都睇下呢啲評論，客觀獨立公正，批評拉布嘅議員咧浪費公帑，浪費議會時間。所以咧，我喺呢度我唔一一闡述啦。多謝主席。